姐，我跑不动了，我肚子都快饿扁了，浑身都没劲儿了。你个吃货！哎呀，不过是饭皇帝大，跟这帮乌龟王八蛋绕了半天，我这肚子也有些饿了。再忍一忍，回去给你们炖牛肉。真的吗？什么时候给我炖啊？哎呀，看你猴急的！哎，马上啊，快了，再等等，快了，快了，姐。姐，他们好像追上来了，总算来了。行，大家赶紧躲起来。快快快！哎，老大，跑哪儿去了？哪儿呢？快快快！老大，这边。老大，都跟上。哎，跑不动了。他娘的，这臭娘们跑哪儿去了？刚才还在这儿呢，一转眼就没了。 这找了一天了，老大，这找不着啊！老大，要不明天再来吧，天都黑了。这黄俊是问起来，就说他们被乱枪打死了，有点脑子，明天还在这儿吗？哼，再说了，日本人是吃素的吗？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就是。 跟他玩心眼，这不找死吗？是，老大说的是谁？老大说的是谁？老大，趁着四周都不齐，咱们开始行动。行行行，坐下休息会儿。啊，休息休息啊！老大坐。累，累。吉蒙，你带几个人去引开前面的几个狗日的。行，交给我了。啊，千万别和他们硬拼，你们现在打不过他们，只要把他们引开就行。哎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还有。 你们一定要沿着小路的草丛跑，这样才不至于迷路。等一下，我们在林子口集合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小心点，跟我走。来，别追了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鬼都……哎，老大，我帮你捶捶腿啊！没知觉了，哎呦，这样受不点没？开枪！ 枪手，枪手，他们在那儿呢！快走！看着干什么？快追呀！上！快点！快！都跟上！那边追！追！都追！别他妈跑了！少东兄弟，赶紧按计划行动。你们进来，到那边看看。是是是，走。 敢把老子放了，把老子放了，放开老子！哎，这枪啊，一看就是一把好枪，鬼老娘了！哎，要不，我先拿你试试手。不，英雄，别开枪，子弹不长眼睛。砰！哈哈。
哎，姓钱的，看在你是中国人的份上，老娘今天先不杀你。对对对对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你大人大义，哎，先不杀。我还没说完呢，你这一肚子坏水，没少给日本人通风报信干坏事儿，汉奸，汉奸。 这怎么听着跟太监似的？你想干什么？没听明白啊？老娘要阉了你！别！干了那么多缺德的事儿啊，就应该断子绝孙。我上有八十岁老母，六代单传，不可能从我这断了香火。汉奸，别跟他废话，动手！ 我也是被日本狗日逼的，我也不像当汉奸啊！别跟他废话，大哥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，饶了我吧！哎，别怕啊，老娘是专门阉猪的，别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。 别怕，老娘这刀磨过，保证很快不会疼。姑奶奶，只要你这回饶了我，我往后鬼子有什么行动，我一定跟你们通风报信。你看，好，老娘先不阉你。好，不阉，不阉，好，谢谢姑奶奶，谢谢姑奶奶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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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告诉你，姓钱的，这阵耳朵是给你个教训，以后还要敢跟小鬼子干缺德的事儿，老娘一刀砍死你！这个，听到没？齐春姐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大家都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哎，你们二狗子呢？他们呀，他们一路上追着我们，还冲我们放枪呢。 我们就跑啊跑啊，最后躲进了草丛里。那帮傻鸟还继续往前跑，我看他们走远了，我们就沿着小路从树林走回来了。<笑>今天武大他们肯定是迷路了，说不定这会儿啊，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呢。干得好，鸡毛！姐，我饿了。好，行，大家辛苦了，走，咱们回家炖牛肉。嗯，好，姐，走了。好，那这个害人精怎么办？哼，他要是命好啊，说不定会被野狗给叼走。 走吧，走了，走，狗汉奸，狗汉奸，狗汉奸，哎，老大，老大，队长，老大，老大，队长，哎呀！ 这什么情况？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伸出鬼没的，要不是天黑了，肯定把他们全部抓出来，全都枪毙。天哥，咱都找了一天了，林间除了那几个被打死的兄弟，没别人了。我看，老大八成是让他们给咔嚓了。别胡说！不会吧？啊！火药见人，死要见尸，记着。 救命啊！来人呐！救命啊！来人呐！有人在叫救命，哪儿呢？救命啊！哎，那边吧，是老大，是老大，走，走，快快！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哎哎，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快快，快起来，快快，快点，快起来！ 哎，老大，我们追那个吴喜春，追了一晚上呢。我们追那个吴喜春追了一晚上呢。啊，快！没用的东西，哎呦！哎，来，哎，快快快快，快起来！哎，老大，你的耳朵没了。哎呀，耳朵呢？啊，你轻点，轻点，老大，来，你轻点，轻点，轻点，来。 哎，老大！该死的吴喜春，把老子耳朵给割了。要是下回逮住他，我非扒了他的皮不可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这是扒他的皮。我要是逮住他们，我
我带着他们，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了。对，少瞎他废话，冯老的下去。走，让扶好啊。哎，走，慢点，慢点啊。